今日咧，我哋去动物园啊，睇下咧 ，Wuji 咧睇到津津入味啊！吓，阿 Wuji 望过嚟咯。呢一种狗叫做 Hyena， 佢系非洲嚟嘅，咁佢中文咧系叫斑鬣狗。Wuji 乖宝宝、你睇下佢自己行啊，行下行下咧，我哋咧去到斑马屋企啊 ，Zebra。你看看斑马呢吃緊草草啊。等我們一起跟斑马拍一张照片。看完斑马之后，我們去到长颈鹿屋企啊。看看這隻 giraffe， 它很肚饿、它吃緊草。哇，好高啊它。好大隻犀牛 rhino 啊。看看这隻豬多特别，因为它是非洲来的，它叫做非洲野豬、哎呀 Wuji 啊 ,Hello, hello. 看看 Wuji 骑着隻 Otter 水獭。今天我们真的很好彩啊，连狮子在这里晒太阳我们都见到啊。看看爸爸和 Wuji 看得多开心啊。唔止見到獅子，我哋仲見到老虎游水啊！哇，呢條蜥蜴好大條啊，仲擋住咗我哋嘅去路啊！哇，呢度仲有一條蜥蜴啊！大家過嚟睇下，幾多蝴蝶啊呢度？哇，蝴蝶園嚟嘅喎！呢度唔止蝴蝶啊，仲有蝙蝠啊！你哋估下呢只系鸡定系雀仔？噔噔噔噔，佢个名咧叫做 Western Crowed Pigeon， 佢系只鸽嚟噶。佢个中文咧叫做蓝冠鸽啊，大嘴鸟 Toucans。呢啲鸭咧？看到咧係一隻腳嘅，之前媽咪問你八爪魚喺邊？八爪魚喺邊？呢個啊？呢個魷魚嚟㗎，八爪魚咧？冇錯啦，之前想唔想過去下掂下佢？嚇？唔要，會唔會驚驚啊？有冇驚驚？驚驚啊！你喺呢度咧啲雞。是啊，这个鸡好，哇，这头发好凌乱啊，这鸡，哇，做鸡蛋 ，where 只鸡蛋？哇，睇只鸡，只鸡，只鸡好似只狗咁啊，好搞笑啊！睇只鸭咧，唔知点解咧有生啲头发噶，好搞笑啊！睇呢只马，等等 ，pony pony， 小马呢个野猪。喺佢哋嘅喂食时间入边咧，俾$5鸡就可以喂呢啲巨龟咧食佢哋最中意食嘅西瓜啦。Wuji 太細個啦，唯有騎住烏龜先啦。嚟到最後幾隻動物啦，我哋去到大笨象屋企啊。不過咧，呢個時候 Wuji 已經好眼瞓。哇 ！Wuji 而家一定好羨慕呢只紅毛猩猩啦，佢嘆緊啊。Wuji 一定心諗，我都好掛住我自己張牀啦。講多無謂，我翻屋企瞓覺咯，拜拜。